学生口号喊得响亮，捡垃圾的动作也做得确实。小朋友，你们刚才做什么？捡垃圾。为什么要捡垃圾啊？啊，保护地球。如果地球没的话，我们人类就没了。落实环保行动，福鼎泰姆山镇东城小学师生邀请慈济志工一起进村捡垃圾，让学生懂得保护环境的这个意识，同时也让村民们让大家知道，就是村民们也知道一下这个保护环境的这个重要性。我学到了要保护环境，然后还要不要落垃圾。这次负责穿针引线的是东城小学老师，同时也是慈济志工甘玉宁。他把慈济的环保理念在校园推广，希望全村民众都能身体力行。在做的过程中，老师的一个配合度，然后还有一个学生的一个投入度，都看到了这次的收获非常大。其实唯有整个真正实作还有理论结合起来，他才会做得等于说更明了清楚，而且也更深刻。做环保救地球，从小做起，小镇的美丽也能永续长存。台新闻，这是美志工曾建清、江前锋、福建报道。